隧道也不对，那个隧道就是隧道也不对。哎呦，还星星呢，你看。这个隧道啊。我就喜欢他往那飞，有这麻子就这么拼呢。在南部山区没有一个鸭的，哎，正宗老面鸭汤。看见这个烧饼，太棒了吧！我们今天来济南附近的中共大集了。我对这块还是比较熟的，因为去年在中共待了3个月，学习木工嘛。多少钱？不是20块钱是金税。对，你要是没换过，但是说句实在的，有的估计后边交接问题不大。俺着急的，老在哪里开的？蚕蛹子，这是什么米？这是薏米，这个薏米好吃啊！薏米多少钱一斗啊？15一包。咱家那个老秦蓉，薏米好吃。什么？好像来是啥子？信的吗？有好的不是一点的缺啥吗？这种好吗？这是绿绿吗？嗯。你放厨子里。啊，谢谢。买啥？拿来吃。10块钱死你！你这是长毛的吧？不是了。这怎么不是？不是啊，老师，我说不是就不是呢。你说你，我们这玩意儿，这老弟，你光说是不行啊，老师。哎，可以吗？这不是10吗？不是。嗯，有吗？不行，长毛的。不行。往北再走一点，到前面那个路口去。买点那个泰安油酥烧饼，我每次来都会买。已经买了，买好了。没有。买几个？买10个。嗯。你别再指了，我已经知道了。你再去后边给你挑，你知道吧？还没挑。我知道，我是后边的。就这家泰安酥皮火烧。哪个？1.5。尝一尝吧，热的刚出来。背一点的。哇，好酥啊！选哪一个？有你想弄哪个？你选哪一个？你看哪一个不好吃，选哪一个？选这个小的，这个又方又面。这个太咸了，你吃不了。哎，行，这行3块。好像有水又好吃的，我才下水呢。行吗？这个味儿，我的金帅苹果。对，这一刀5块，便宜。这次打卡大集，买的东西不多，主要是溜达着玩，花了5元买苹果，15元买烧饼。这期 vlog 就到这里啦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